写个程序，做无聊的工作，把很小的金属圆环放到模具里。就这样的工作，一个车间里有40多个小姑娘在做。写个程序，通过智能摄像头识别物料，定制的吸嘴吸取圆环，然后放到制具里面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理工男的价值呀。